the category winner of the open competition category, Folklore with Accompaniment, with 21.00 points, a golden diploma level 1.主持人陈英英医师，空中的朋友啊，咱这礼拜吼继续啊，咱来邀请顶礼拜吼啊来咱遮，互咱采访的陈俊志医师吼，真另类一个牙科医师吼，高雄医院伊啊博士，啊搁伫高雄安尼看病人超二十年了，伊因为这个爸爸风灾了吼，和这个肋骨。高中的校长啦，吼，给邀请讲，是不是会使去山顶，吼，啊，帮忙伊成立一个合唱团啦，吼，啊来带这个原住民的学生，吼，啊，伊佫想着讲呢，啊，这个囡仔这个课后的辅导的工课，吼，啊，所以嘛，托伫高雄医院伊，招一挂高一的学生囡仔，啊，佮伊的牙科医师的同伴，吼，啊来拢去山顶。啊！你咧帮忙这个原住民的囡仔吼，唔是干那唱歌，啊，佮甲因补习功课，啊，甲因鼓励。啊，即个咧经过十一年，竟然有诶囡仔已经读个研究所转来吼，啊，佮伫山顶看病人，肋骨吼、甲身头横遮个所在吼，伊是一个安尼上无用的牙科医师啦吼。诶、陈医师啊，那你几乎每天都排满了行程啊？啊，差不多这样说没错啦，就是每天有，比如说有上合唱课的时间，有看诊的时间，对，啊，又要功课的，你刚刚补习完，你要载这些补习的老师回那个下班后，对，下班后也是在加班的，谁叫刚西边啦？大家时间拢白花花呢。哎，啊，你拄只伫顶礼拜，你有甲咱报告讲吼，恁到尾哦。去南非摕到世界的合唱的冠军，嗯，啊，你要跟他几啊遍哦，不是一遍尔嘛？出国就这一次。哦，出国就这一次。比赛是这一次，但有表演，还有其他的到。哦，被邀请到美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日本，对。哦，那这些小孩子很高兴哦，他们以前几乎没有办法想象，读册时都有法度去世界这侪国家去表演呢。嗯，而且啊，你们去都是什么地方，在什么样的场合？像我们去比赛的那个世界合唱大赛，嗯，它就是跟我们的奥运其实很像哦。刚刚之前有提到说，它就好像世界的那个奥林匹克大赛一样，它是合唱界的比赛。嗯，那经过了两年之后，它就换另外一个国家跟城市来比。嗯，那我觉得哈，我想要其实可以跟观众分享哦，一个很重要就是。我两天那吼，你去比赛的场合哦，其实也是受到很多国际的打压哦。我们要你会打压呢吼，就跟我们的一般的奥林匹克的那种运动会是一样的。我们要出国比赛之前啊，嗯，被告知我们不可以带国旗。
然后呢，所以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国旗的 mark 都要把它拆掉。哦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签一个切结书哦，就是在比赛的场地里面，国旗不能出现，否则我们就要被判失格，就是不能参加比赛。哦。然后我们去报道处的时候啊，我们也不在我们的台湾的 T 的下面。嗯，对。所以其实从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，其实我们是备受打压。嗯，对。然后其实，在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比赛的时候，嗯，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他们是用歌声去征服别人，嗯，那他们唱自己当原住民的音乐，去与布农族为瓜，嗯，尤其我觉得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唱传统的八部合音的时候，嗯，八部合音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里面，它是被登录的，它是一个文化遗产，是。他们那天唱的八部合音的时候，我仿佛我看到上面有光照下来，他们一个圈圈的时候，我仿佛有看到那个光，上帝的声音，主人在看顾着他们，对。然后你刚刚说布农族，可是六龟是布农族，六龟是布农族，是我们的六龟，高雄地方以布农族居多，那如果是屏东，大概就是台湾跟芦潭。OK， 对，哦，我学生时代都去雾台。啊，因为在那次拍，所以我是比较熟悉卢坎，对，所以我们的小孩也会八部合音哦。对，因为要出去比赛，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布农族有这个东西，可是如果他们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知道八部合音，可是没听过。嗯，而且那些评审如果当场听到，他会很震撼。是啊，对，那我们又把他们原住民，所以虽然受打压，可是到最后。你觉得评审还是有很公平的选出来？有吗？哦，而且那天你唱完哦，嗯，评审带起来很爽哦。那我觉得他们评审的部分有一个部分就是写的艺术性的部分，帮我们打得特别高。嗯，那我想就是孩子们他们把我们台湾原住民布农族文化带上舞台。嗯，然后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唱什么啊，对语言的关系，但是我听不懂。对，但是我跟我们孩子说，你有可能把我们的文化带上舞台。他们看完之后，我可以从我歌声中，我可以感受到你在表演什么东西。嗯，我觉得那个是歌声才呈现出来的话，那他那天做到了。你自己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你都参加合唱团，嗯，你没有唱过原住民的歌，没有。对啊，嗯，等到你去六龟了，你才开始。我开始学习，学习，所以我才说，我这些年来，我在山上。我的收获跟我学校的东西，其实是比我付出还要多太多的。哦，对，这个是很感人的。尤其哦，像我们在看医病、看诊的医病关系，嗯，老实说，我在山上所得到的医病关系，可能也在都市里面得不太到的这些东西。哦，对，你讲到这里，我们都很感慨啊。现在医病关系也动不动病人要告我们，可是原住民大概不会做这种事的、啊、哦。他们而且对医生还是很尊敬。在我们离开，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还会说谢谢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种感动，其实就像我看我爸妈他们以前，我小时候他们当老师的时候，还没退休前，嗯，其实真的是提着束修去见老师那种感觉。嗯、对对对。那我们在山上有时候啊，家长们拿那个刚采下来的莲雾啊，就像带过来了。嗯、对对。哇，那种感觉好真实。带农作物来感谢。对。哦。嗯。这个锅架。日本时代医生靠谈享受这块的，互人尊敬。咱即摆医生哦，卖红果就足欢喜啊，偷笑啊。所以你去遐服务嘛，得到这个真好的精神上的回馈啦，吼。那你在台湾比赛的时候，嗯，他们除了唱原住民的歌，嗯，有没有唱我们一般也唱的这一些？国语的歌或者台语的歌，他们有唱吗？有。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，我不想让他们局限在原住民的歌曲。嗯，那其实我觉得音乐版就是很多元。如果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唱别的语言的东西的时候，嗯，他自己是收获。对，所以有台语啦，或者是国语啊，甚至连外文的歌曲等等都有唱。对、哦，所以你们训练的时候很多元。对，的训练嘛。甚至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啊。嗯，他的指定曲一定不会是原住民的、啊、哦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首歌，他指定出来的可能是英文，可能是外语，可能是台语啊，不是啊，练啊。
可不可以举个例，你们唱过什么这个不是他们母语的歌？像比如说指定曲他就有国语的，像连续有出过好几次，就是雪花的快乐，真的，那他就是中文的、okay. 所以我在训练他们的时候要调整两件事情、嗯、第一个我要让他们进入到歌词的意境，我觉得歌词意境是很重要的。对，然后再就是他们咬字，嗯，有可能他们咬字出来不太像国语，对，那我卷舌音我们就要去特别训练，对、啊、因为不可以让别人说你看原住民唱歌就这样，嗯，啊，如果台语的那更难哦，对他们，对，第三语言的嘛，对，尤其是他们在咬那些韵母的时候、啊，对，要收尾音的时候。你觉得你带这些小孩台语歌唱的最好的是哪一首？可能是苦情的路跟台湾吧。哦，苦情的路跟台湾，黄明哲老师的作品。哦，讲啊真好，空中的朋友，咱今麦过来一个特别来宾啊，黄明哲老师啦，哦，这黄明哲老师，这个咱的空中的朋友可能有嘛捌听过伊的台语歌吼、哦，嗯，真好的一个台语歌的创作者啊，本身嘛是个演唱哦，啊，王明哲老师跟他有在和陈俊志医师合作哦，所以有一挂台语歌，咱的原住民的囡仔嘛，有咧唱的哦。哎，王明哲老师你好，啊，今天的节目特别好，嗯，这华语呢，大家一定要经常听哦，啊，这个是给你邀请啊，陈俊志医师来跟我们做生命播报，嗯，一个原住民接了这个语言。啊，公爵曾经一次过来到一个说话就讲讲了，是啊，就把他的生命、他的青春完全献给原住民。我可以要他怎样，他是在做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我去跟我学习，他就要干到好过来。我原住民听了，老师你好，哎呦，刚才就别人跟你打招呼，那个比我厉害多着呢。就礼貌，很有礼貌，而且去教的很好。啊，你有老去到教因唱歌就？哇，我是跟周琦，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的。因为在原住民他们这艺术文化哈，非常很强，唱歌啦、文化都很重要。对，他说另外一方面的特长，我建立自信的心。嗯，他说他只要一个成立是尽量找机会让他们到我们台湾的世界，通过唱歌带他们去的。因为观察不完好事的，我们就考虑就会有，就会有天亮了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你是刚刚去代表陈俊志医师。对，我在过年跟高雄好一些一合唱团。是因为人工被压力起灭 ，OK， 他的需要介绍。他其实我们陈医生跟高教相对还比较天气嘛，哦，我都没有去，我有什么看他医生的设备没有去，但是要情况之下也能帮助到你。嗯，你真正的医疗在为他们贡献，所以你是医疗比个人型对高医合唱。高医合唱团，啊，然后他也邀请我，他们要去听他们小朋友唱。今年邀请，我记得有两年邀请两次，我都没去。哦，他一直到去年吧 ，OK， 那就有这个跟陈医师去对请教原住民，我说再来讲，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，他就是完全关心他的情感，甚至看到他的音乐摆在一边的特色，完全放下全力投入，完全投入。啊，你今啊，旁边的活动团。定期的联系吧。应该以后我长期有好的作品，我就去推荐你考虑。哦，对。杜家公去台湾，就刚刚是你的作品嘛？台湾对了，对吧？去的话，我有录音哦。你这光顾的是台湾了。对啊，那可能比人在南都更好去。哦，这整个气势真的哦。而且那个根本完全没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所以你是作曲者，但是你刚刚因为诠释，哦，非常高赞那个对吧？先去小玉看看你怎么唱歌。我听你唱歌就感动，很纯真，他那个声音自然。哎，陈、医师啊，是不是因为因就是台湾的主人，所以因唱台湾歌比人歌我比人歌更有感情就对了啦吼，更加互人感动啦呢啦吼。对对对。啊，你拄只讲台湾阿哥另外一条叫啥？苦行的路，苦行的路，苦行的写林义雄。哦，苦行啊，苦行啊，苦行的路，啊，这上走诶。啊，这是我写的。哦，这嘛你写的哦。谢谢。哦，安尼哦，我看确定哦，你唱一下看卖咧。哦，你啊，这等于是你这个喜欢他的作品，你喜欢王明哲老师的作品。对。你以前高一合唱团有唱他的东西吗？我们
那是高一声乐社。哦，声乐社，声乐社。哎，阿文原来有唱过一些像《白兰花》啦。哦。还有田上北啊。OK。哎，都嘛老师的作品。哦。民族兄，你已经做过这曲啊？哦，你那么讲，应该是几十八条。几十八条啊！但是拢无制作啦。哦。啊，这么讲起来嘛，是也足感谢有几位。好，高修，他是海科大的一位退休的高修 ，OK， 他知道我的状况，嗯，啊，所以以全心投入为达完成我这个梦，嗯，我接下来这样，我就注定别做的，我就小小的，是兄弟跑对下来，兄弟来对下那边来是吧？对人唱啊，对，啊，要唱你都要推广啊，对不对？我听讲你这个。三月二十号要成立一个什么？哦，也是成立一个王明哲音乐国际协会吼，是一个国际性的。王明哲音乐国际协会。哦。啊，其实我本来是看你用个人的名义啦。是。啊，到时讲你若无用你的名，啊，结果讲你推广拢人会讲。人也唔知恁推广啥会用到吧？对对对，想说你名爱得出来。对了，还是要强调这个音乐是你作曲的物件嘛，吼。是。对啊，中意呢啊，这跨出一步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感觉伊关于小关于中青呢，伊学校的校长、导师、大学同学、企业界的中青，所以这两天遍布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，叫做国际的对了。啊，你今后啊，把你的歌曲推广到国际上，刚刚陈医师讲六归原住民的歌声，基本上转世给龙仔啊。对，哦，哎，那你们。再来一届一届的学生也会想要出去比赛嘛，但是准备出去比赛还足得钱呢。嗯，阿边那 Q 宝，政府有补助吗？拍谁讲？我刚刚喜欢话了。因为邀约不断，啊，有很受欢迎。对啊，啊，但是这个机会越来越小。没出国就变一个团几十个对不？就团出去，干那机票都不得了啊，搁去到旅馆。哦，这花费不少哦。你最近那刚刚国家音乐厅好像也要去表演，是不是？哦，国家音乐厅是没问题啦，去你台北尔啦，这是简单啦。我以前熟悉一个台湾弦乐团呐，他们每年哦也是都想到欧洲去，暑假去表演。我一抓出去都要两三百万呢。哎，坐飞机乐器嘛都买票呢，唔是干那人买票呢？我常常嘛咧甲伊倒无款啊，我为着要出去吼，所以。陈医师，你这个你也要出力呢，哈、嗯。啊，你国语啊，以前别人都大概拢有一点点啦。那其实哈，我觉得我们都比较低调，但是我们像二零一八年要去南非比赛的时候，我真正感受到了台湾人的温暖。嗯，其实有消息出去了之后，其实我们本来要出发前三个月，我们还缺一半的经费，还没有办法。所以后来很多人来赞助。对，后来消息曝光之后啊，我们的。那个很多的人就来帮忙，嗯，甚至我看到有一个汇款，它上面就写150块，嗯，然后他写华莱国中加油，嗯，哇，你知道我当天看到这个捐款的收据，我当场眼泪就掉下来了，嗯，这150块，他为什么捐150块？也许他的经济能力不够，对对，但这150块可能是他一天的吃饭的费用，有可能。圣经说，寡妇的一个铜板，嗯，比那个有钱人的一。银两还来得宝贵啊！哈、嗯，这个是啊，我让感动了。哎，台湾人真的还是有很多有心的人的、啊、哈。然后短短的不到一个月就搞定了。哇，对，真正是上帝，我给您祝福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，但是现在哈、哦，先来请王老师哈、哦，唱一条歌，我、哦、来我们分享一个讲哦，哎，我们这个。台语的歌啊，原住民唱到全世界拢感动。哎、欸，啊，王老师是作曲者，啊、你家己嘛来，和我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啊，我来介绍，就是叫做地球的花园。咱知影台湾有山有海，真水的所在。有一天，台湾伊就是一个世界花园，这是咱一个梦啦吼。这是叫做地球的花园。你咱。
故乡变作地球的花园啦，这是咱的黄志洲老师哈，伊的这个重望理想哈。但是咱台湾今仔日有真侪环境生态受到破坏哈，咱大家爱反省啦哈，就是讲这个花园若无好好顾哈，啊，也是污染哈，啊，会破坏之哈。所以这个歌声哈，啊，互咱真侪感动。啊，这样，唔是干那环境水。人的心爱水，哦，心灵会向水的所在去发展哦。这陈俊志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安尼哦。我那水心里要求会让你水。是，伊安尼去这个庄卡，还是讲这个原住民偏远地区的部落哦，照顾囡仔，教因读册，啊，教因唱歌，啊，佮教因看病。啊，不但安尼，佮带因去国际比赛哦，取得世界冠军。诶，陈医师拄则讲着，当然社会有真侪人会到支持、到关心啦吼。但是你即马呢，若一边出国比赛，大概都爱偌济花费，较有够成型啦。因为咱即马有当时啊，人甲恁邀请嘛，啊你无一定特别会当去啊。哦，当然，若要比赛，想尽办法，慢慢爱来募这个经费吼。嗯。啊，若讲人邀请做艺术的所在，啊，想要去，啊，差不多，那安尼一个合唱团出力，差不多一个月回来，安尼爱花费吧。嘿，若要出去要看地方啦，不过吼，因为合唱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，也要有人。不是讲两个三个安尼，需要一团都无人做咩？嗯，啊，所以我们大概抓了经费，大概一团出去哈，然后大概两个礼拜的一个比赛或者是一些参访，是大概要500万左右。哦，嗯、所以你看，这嘛是一个相当的负担呢。照我知影哦，政府是无可能定定拢有这个经常性的补助啦。哦，偶尔啊咧 ，maybe 补助一百外万啊，啊就咱就足欢喜啊。啊，剩下就是要靠民间的力量吼。所以你应该有一个后援会，哦，看是要迄个陈俊志医师的后援会，还是这个六龟这个原住民合唱团的后援会安尼吼，啊，会当安尼有一寡较固定的这个经费吼，会当互恁安尼较有机会啊，带这个囡仔吼，卖讲一年一变吼，安尼啊去真侪世界无同的所在，啊，主要是讲啊，要互全世界啦。听咱的水的声嘛，哦，啊，看咱的囡仔是真正遐优秀，哦，这是最要紧的代志。啊，即卖伫台湾，哦，除了你，因为你老古做这个料，哦，这个六龟的这个合唱团，哦，改成其他嘛，各有几个所在原住民的合唱团，哦，我刚才记得捌看过玻璃，还是对南投，南投也有一团，哦，也是去世界比赛，也有得名的，对，哦。因是去意大利还是去对去澳洲啦？我也记得唔得去对，哦，啊，所以即马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合唱团即马哦蓬勃嘞吼，做些所在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。屏东噶那么有呢？希望，希望合唱团，哇，所以就足好个呢。台湾够有可能？你顶边你讲恁十几队，拄啊几日前讲顶边把你有讲讲什么来恁遐一个什么合唱的？三中音乐会，三中音乐会，将来有没有可能呢？办一个全世界的原住民音乐比赛在台湾？那个要看政府怎么那个，因为其实文化部有来跟我们来商量过这个部分，就是说看能不能把高雄的山上打造成一个合唱之都，哦，合唱聚落。哦，那当然了，啊，对，最难那个了不起啊，嗯，就因为你看全世界也有很多原住民啊，对。南岛语系啊，对，刚才跟咱刚才这个南岛语系的国家，嚯，十几个拢来比赛，这不得了啊！对，哦，诶，这个把它当作一个愿景，对，来鼓吹看看，哦，咱今天这个空中的朋友哦，老听到的啊，有这种赞成这个想法，也是有这个资源哈，诶，大家来想办法，我来促成跨海的哦，诶，我感觉这足好的呢，哦，诶，陈医师，阿你阿咧去山顶？做到今嘛十几年啊！啊，你家己的故乡是对？岐山，哦，你岐山的啦。没啊，你边岭啦。哦，边岭。哦，所以遐的环境你算嘛熟啦。嗯。哦，诶，啊，你的囡仔有多大？
我未结婚的。哦，你未结婚的？有啦，我村拢在咧监管的，囡仔拢是我的囡仔，所以讲、哦、我拄仔甲你讲，迄、那个研究所迄个无，我叫、那個、爸爸。哦，所以你为着照顾山顶的囡仔，拄只王老师讲你拢婚姻感情放一边，哦，你真正全身投入呢哦。是讲，我见你有个少年的，个新增少年头，你看卖啊。哦，当然咯。哦，我你实在讲起来是甘心的。嗯。你我想着，阮较早圣母医院吼，我伫罗东圣母医院。嗯。我有一个斯洛文尼亚来啦，一个外科医生啦，也是一辈子不结婚的。啊，同款的病医吼，全年无休。嗯。一年365日，伊逐工值班，困伫急诊室的边。哦。病人来开刀，病人来开刀，啊，开刀了，搁看门诊，搁照顾住院病人哦。伊伫罗东开了80000多台手术，哇，八万多台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对啊，嗯，一日开7刀，哦，一年是2000刀，哦、要开80000多就是讲，伊40年没有休息过，嗯，每天开7台手术要花10几个钟头，嗯，啊，搁要照顾住院门诊病人，嗯、所以哦，真正迄就是全心全意的服务，所以。伊无结婚啦，伊讲啦，伊讲哦，无一个查囡仔有法度过我这个生活啦，我都全部都为了病人活啦，是足感动人个啦。啊，但是哦，咱台湾的医生哦，实在讲要学伊哦，做袂到啦。对，哦，我以前罗东圣母医院的其他台湾人的外科医生啊，对伊嘛，因为伊是主任嘛，哎，做开刀嘛，啊，都对伊学，但是哦，受不了那么辛苦。嗯，做3、5年吼，都拢走出去啊，拢唔敢去留咧阮的病院服务，你知无？嗯，吼、哦，我看你嘛是全心全意投入，但是唔通做到迄个程度啦，做到迄个程度吼，即卖少年的袂堪住，可能你也行啊，也是啊。十几团你也想看？对啊，十几团，他几乎他的生命都已经献给原住民小朋友了。所以你现在不是只有在六龟吧？你今天搞工，你可以对接了哦。原啊，所以你就新住一个那个学生居多。所以你往去做点不更好？我弄个弄个咧，带这个合唱团，已经极限啦，极限啦，都需要嘛，是该看病人嘛。当然啦，当然啦，无看病人，你都无收入吧，你嘛袂使啊，对不？所以到时我无跟你做会，因为真正袂使。好，这是太感动了，就感动，就感动。我是啊，看你啊，我看一个。他的生命已经完全给原住民小朋友，我今天做感动。对啦，诶，这台湾的社会吼，有这种的少年医生搁肯安尼吼，实在讲，我最近写一本《台湾医界人物百人传》啦，写100空白的医生啦，当然现在对足侪让人感动的医生。唔过，迄拢老的啦，迄拢死的啊，你知影无吼？那即摆少年的吼，要搁找要找100空白也是足困难的啦，哦。但是咱的上一代有啦，确实有足侪迄落全心全意奉献的医生啦吼。啊，即摆少年的吼，我做圣母医院院长的时候，我拢甲我的外科医生讲，我们只要学习迄、那个外国医生，我拢叫欧记啦，欧记医师。嗯。我们学欧记医师1/10就好了。嗯。不敢要求你们100%学到人家这么奉献。诶，安尼你即摆对国医学生的影响嘛真大哦。应该是有。有人哦，嗯，这是足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哦。我刚刚阮高一有你这个学弟嘛，我引以为荣，引以为荣。嘿，嘿，王明哲老师，你嘛是为着音乐，有呢，你嘛全心全意投入哦。其实我是，嗯，误打误闯啊。其实我是一个唔捌世事的人。你做咁慢呢？出来社会再看起就这样子。其实我较早都唔捌去接接，啊，他早我讲他们很多问题，嗯，真的发觉问题真的很多。嗯，啊，当刚才讲到台湾，其实台湾有真侪进步啦，像讲这回报，今麦发展的道路吼，其实也多进步。那今麦有咧进步，这非常好。环境有咧进步，有咧进步。情况有会，这有进步，你那有进步。但是唔是讲那这表表视觉上，嗯，心灵的，嗯，心嘛，你安老师。啊，我是发觉这一些人呢，靠人文思想，像这款的，像讲无私的奉献，这款人，那个应该靠这款人。这阮是唔敢安尼讲。因为我感觉虽然第一样，伊拢不只强调医学人文，陈院长，陈院长一世人嘛是拢付出的人呢，他一生也都是付出的。我即马想，我是
听你演讲，你看看三十几年前，我是单个听你演讲的人呢。恁两个拢即马因为对音乐有交集啦，吼，恁两个拢算也是音乐人啦，吼、哦，你是牙医师，又有音乐人的这个身份，吼、哦。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，不可能嘛？就是讲，伊若真正爱音乐了。吼、哦，伊是毋是会较有即个精神上的一个寄托？哦，啊，音乐本身就是一个真水的物啊。这个应该是肯定的。吼、哦，应该是肯定的。会使嘛？吼、哦，音乐的音乐，哎，较袂去做歹啦，吼，较袂去学歹啦，吼、嗯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台湾人家规个像恁安尼吼，即摆台湾吼，阮做精神科吼，我听是讲去加个内底吼，嗯，足侪迄啰。吃毒的啦，吸毒现在在台湾的社会是一个很严重的、啊、尤其少年人啊吸毒了吼，有当时要再扭倒回来很困难。嗯，你若每一个家家内底有若像恁安尼来创一个合唱团的，唔知道什么款的，足好诶，足好诶嘛。对，我其实有带高医生音乐社、嗯、到那个玉里医院，嗯、那个精神精神科，对对，然后每一间的那个。每一间关的，就是住在那边的人，然后都出来听。对。然后唱到后来哦，唱到一半有人会跟我们起来大叫。哦。然后，在这之前，我都先跟学生讲好，然后你们会遇到什么状况，嗯，但你不要紧张。嗯嗯。结果啊，唱到后来，嗯，台下有人在掉眼泪。对啊，一定的。连我们的学生都觉得怎么会？我就说他可能不知道你在唱什么，嗯，但是因为有感染力，对，对你可能勾起了他某一些部分以前的回忆了。音乐是很好的治疗呢、嗯。对，起码我音乐治疗就叫你考了。对啊、嗯、学校其实可以这一方面多培养一些人才。哦，我也带山上的孩子去那个我们明阳中学，它就是一个少年监狱里面去唱，也是我们这些受刑人。你找人去取一下，嗯，就好。然后他们大概很难忘记那一个，就是我进去唱的时候，我必须要全部被搜身，东西要被放好。嗯，然后进去唱的时候，他们很紧张。哦，我说你放心，这边不会有问题。嗯，然后唱完之后，我其实就想过，有没有可能在监狱里面有合唱团？对呀、啊，我一定去教。哦，这是在讲诶，唔过你就还是我们一起去，我绝对跟着你走。我绝对跟着你。你这个就无用的呀。你有没有培养一些你的那个后劲啊，吼，就是讲有啦喜欢啊，行这条路。有啦，我有很多朋友都跟着我一起在做这些事啊，哦、所以他们都说啊，交到坏朋友了。OK， 但是他们都很帮忙在做山上的这些事情。哦，嗯、就好啦。你都看到我的朋友拢讲哦，主下人实在我够劲哦，交到歹朋友啦，特别拄着我就问讲啊，最近个别无啥物款。我一世人都在问管了，所以就要做主动的啦，都得我都问过，最近各有要关系啊。这就是吼、哦，真正讲个，你这个用音乐来影响人的心，带人行一条正向的道路，吼、哦，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贡献啦，吼、哦。安尼，我想咱高一。你应该是一个杰出校友了，早就应该颁一个杰出校友的奖给你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医疗奉献奖也应该给你。嗯，这个跟年纪无关，人拢跟他算起来老岁啊。少年啊，有认真在做的哦，鼓励一下，可能更愈侪少年的，更对人来。嗯，所以，陈医师，你这个整个这十一年来的东西啊，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？好的，其实可以拍一个电影来。哦，有啊，那个故事是很有可以啊，哈，有故事性。这一旦拍起来，电影啊，呢，真正呢，哦，嗯。不过，其实我倒是没有想太多关于这方面，嗯、但是我必须，我每一次在比如说像我接受陈医师你的这样子的访问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这十一年来发生的事情。对。那其实哈、哦，当我想起这个十一年来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是被需要的。嗯，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的价值就是你被需要的，你的价值就会产生。嗯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十一年来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快乐，这样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对，这个对我也，它其实这个价值更大。
做医生的价值就是，患者需要你嘛，对，啊，无你做医生要创啊，是啊，哦，而且啊，唔是干那患者需要你，山顶的囡仔嘛需要你，唔是干那山顶的囡仔需要你，台湾社会嘛需要你，甚至到尾要全世界需要听到恁的声音，哦，这不得了，哦，这个影响力就一直扩散出去，哦，这是一个足欢喜的代志啊，我感觉。啊，你今日来接受采访吼，希望空中的朋友吼，啊，恁大家听到了会感动，啊嘛变做一个正向吼，对台湾社会有产生一个好的影响啦吼。哎，黄老师啊，过来唱一条好不好？哦，你唱歌嘛，都给大家足，对，贵人呢。我因为台湾其实有真多好感动的代志啊，是律师界跟医师其实默默在做的很多，就是讲一点点啊子。非常的低调，对吧？等到你发觉了解他的以后，你才发觉哦，人家人就了不起耶，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够了。那、我是直接接到陈律师认识了以后，我发觉你非常的善良，那应该去看你们的去启动人性善念，善的元素让他，我吃把它启动出来，应该有这个观点，啊，另外的介绍这四篇呢，就是写到一个故乡 ，OK。哦，都六姑啦、老龙啦，哦，就是说，我得站得起唱啦。中的朋友哦，这王明哲老师的歌，不是拢干那迄啰安尼感情啦、叮当啦，是讲哦，台湾的问题是对安尼尔，哦，这个足轻快的吼，啊，佮讲着故乡哦，这个老龙溪啦吼，哦，啊，这老古的温泉嘞吼，啊，听了安尼足，可以感觉轻松啊，佮快乐的歌哦，诶，爱听王明哲老师的歌，我敢那诶。我看到一个群主讲三位二亲，人甲你邀请要去安平古堡唱呢。哦，有啦，有啦是这个福和会哈、哦。嗯。啊，甲邀请咱的这个历史学家李晓峰，嗯，啊，有一挂人有办一个，我等下邀请我去唱，来创作的歌。真好啊！所以哦，咱啊空中的朋友哦，恁啊有爱听王老师的歌哈、哦，就向这个协会来吹啊。主角讲的什么？王明哲国际协会，音乐国际协会，而且网站有在推不？
有电话无？金门那些详细吼，可能爱请教一下林学兴教授吼，这完全以艺术促成的。我就是讲，恁即马协会成立了，应该大网站创一个网站，应该吼，啊有电话通联络，安尼难唔难？那打电话讲，哎，我要邀请王明哲老师来对演唱啦，吼，安排一个啦，吼，安尼嘛吼。啊，你喜欢你画布片还能卖钱呢？对啊，啊个个。你的作品有创作 CD， 还是创作迄个会当给大家买东西处理买当听？你们六龟那个合唱团有没有出那个你们的合唱的这些录音带？还是有吗？哦，我们在4年前去美国表演的时候 ，OK， 然后有带过林荣宗医师带我们去表演。哦，林荣宗同学呢？就同班同学在台湾会馆那边唱，是在台湾，对哦，然后带着我们学生去参加那个亚太合唱音乐节，是然后很好，有到什么局限是，然后到一些文具康迪对，然后去那边唱给我们乡亲听，对，给台湾同乡听，然后我 CD 全部卖光光，应该是一定的，一定的，你咋规定去？300吧，300，没搞，下次多带一点，我阿都叫因哥继续，比如准美国的东洋会，推广，跟王老师也同款，你们六个合唱团的名啊，阿都甲推广，阿你都够一挂收入。其实我也做过一个事。那时候那个邱垂珍啊，是哦，以前来了，那个以前王明哲老师在嘛吼，邱垂珍一九党外时代，好弄下去记得，哦，给监管去管去管，后来美丽岛事件发生，李鸿亮一乖嘛，乖过你，啊出来的时啦，我甲讲，哎，垂珍啊，啊你今嘛无收入，来，甲你的音乐吼，做录音带啦，迄阵，我甲创起来较水的。好吧，然后安排去美国巡回演唱，啊，就各地同乡会，哦，美国也清楚，啊，安尼，哎，就有一笔收入，啊，还有能够继续做工作，这足需要啦。你这个协会以后吼，台湾人也要做这个代志，推广，啊，比如说，咦，我有当时足不好个呢，讲去跨年晚会吼，啊，遐个歌星吼。你去唱一暗尔，讲挂千万呢？哦，刚才广告你都开袂少。军事意思啊，咱做医生做一世人，可能人一暗收入比人较侪啦。咱做医生做一世人，被人看个歹算个。啊，这有当时哦，不过嘛是爱家恭喜啦哦，就是讲做音乐工作也不是就一定要饿肚子啦。哦，文化工作者为多啊好，音乐甚至。其他的艺术啊，雕刻，其实原住民的雕刻也是很有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一块点点，因为我已经在花莲嘛，我在花莲哦，我看过很多原住民的雕刻，现在足赞呢，足赞呢。花莲还有石雕，对啊，对啊，除了石雕、木雕，拢足好啦。人都是靠天分，他不是靠技巧训练，他完全靠天分。因为开始这方面有因的才能啦，有因的才华啦。我以前常常想说，台湾应该设一个原住民大学。我这个概念很好。概念非常好。先有技职学校。原住民的技职学校，发展一些特殊的特点、才艺、技能，后因出来吼，拢免惊讲无谋生的技能啦。啊，过来大学培养一些人才。其实原住民人才也是很多。卖贡献，我那设计的体育学院，迄个状态完全好个。原住民的体育行业啦，你看你对几项运动，那就原住民选手拢常用的啦。音乐学院，舞蹈学院，这种所以顶到文化面啦，是在讲因在当替代完创作、表演上各方面拢比世界上配的，当都是出人头地，文化资产。对吧？珍贵的文化资产。你就无哦，我是讲啊，捐助者有个教育所，伊起码对小学、中学都拢在培养啊嘛，一直教到高中嘛，啊，将来来当够大学的，啊，这都足够的。军事啊，你安尼吼，行到家来呀，啊，你起码时间拢安尼分配到满满满，啊，你家己有啥物？
休闲娱乐不？你当像一条干路安尼，一直胖胖胖啊，胖啊到尾啊，总迄个衰竭啊，总咱做医生的人，尤其阮做精神科的吼，阮是会较注意着这方面。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娱乐休闲，还是讲运动？有啦，其实都有。有吗？我都有在那个运动，然后有。跟王老师一样啊，王老师也都在跑步啊，都在跑步啊。但是陈律师哈，伊假日休息，佮点那个卡步影，我知啦，伊不是休闲的，伊佮点那个路影。讲起我们朋友，我讲足歹势，本来我都是一直要安排陈俊志医师哈，礼拜天上现场，佮开放 call in， 互恁大家问一下啦。但是伊礼拜天都无影啦，我讲礼拜天还排不了位啦。学生啊，和尚团那就到了。我的共产会团呐，对啊，啊所以哦，伊就是礼拜天无到来，所以恁今日听这是预录的无唔对，哦，伊今日当请王老师唱几条歌给恁听，啊，佮放一挂伊合唱团的音乐给恁听，但是无到接受可以啦吼，但是我尽量代表听众来甲问啊，哦，有跑步真好，有跑步真好，爱运动啦，啊你睡眠够不够啊？啊够，够了，哦，这个我加载，啊无吼。像你这无闲，我看体力要很注意啦，对，要很注意。啊，佮无一个太太在边啊照顾。我突然想到，迄个专台湾老一个迄个音乐老师吼，佮认同你这种的精神的吼，好啊来就变两个人在做啊咧，不是干那一个在做呢，吼、哦。学音乐的，还是学教育的，吼、哦，迄个会当来安尼，含你做伴吼，吼、哦，加倍的力量。不要排斥啦、说不定上帝会有安排很好的缘分、我是这样给你祝福啦、希望说呢可以得到一个得力的帮手啦、主要给你照顾我也可以到处你的工作、阿弥陀老师、你这个协会若成立了、有什么计划吗？你有什么推广你的音乐的计划吗？你当给他报告一下。我其实机关有一个目标，是要透过音乐，有的时候音乐哈，它是很有穿透力，音乐才能够达到人内心最脆弱的部分，跟他音乐对啊，感动是不用理由，我听见我你我讲嘛，你叫我更感动啊，没错，所以音乐这个能力，我是希望透过音乐来改造整个台湾，音乐才有可能，因为音乐每个人听到音乐会感动，通过这样的力量跟能量很穿墙流量，像我在听你们唱歌，其实能量很强，你看整个现场简直要疯狂，就嗨呢，你唱歌已经非欢迎性高了呢，那个能量非常的强，对，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力量，我因为只是一个创作者，我可以提供作品，你肯试你们合唱也会唱歌，我只是提供让你们去发挥，那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还很多，我可以做43专辑，有的作品很多都还没有制作，那我先慢慢就是把我的过去的作品整理出来，以后要出书，我的工作就是专门作曲，那协会的事情我不介入，因为林家都跟我讲你的工作不是组织他们运作就好了，所有的场次都是由他们来接，我就是跟回去创作安尼，对吧？行政工作我不能做，对，我怎么当都浪费时间。所以就是说让我专心的音乐创作，像我跟那个陈医师，我们的理念很接近，大家看法都很爱台湾，所以以后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。所以以后我们办的场子可能全台湾各地会办，台中、台南、台北、台中、台西，我们还是会去巡回演唱。那只是说这波接到了，我们现在资金还是。经费很有限，当一个起步，只要你做出来有口碑得到回响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其实会出来。对，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说把它做得很好也完善，我相信后面我们会有很多尝试。公安家吼，君子意思啊，你现在因为培养的都是学生的合唱团嘛，他们如果毕业他就散去啊，没有嘛，这些人还有把他还会回来，只有啊，他们的合唱团还会回到学校。一个合唱团，就是给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毕业生出社会了，对，还会来唱歌，叫尼布恩合唱团，叫什么？尼布恩合唱团。尼布恩合唱团。我的诊所叫做尼布恩牙医。你的诊所的名字尼布恩合唱团，它是布农语牙齿的意思。哦，叫尼布恩。
我学生帮我取的。你有没有离开呢？感情的小很好嘞，要去搬掉嘞。我谈到本来就想讲，要组一个台湾原住民合唱团呐，啊，伊啰代表台湾去唱遍国际啦，啊，搁唱遍台湾各角落，啊，就是对你培养出来的这囡啊，啊伊。出社会也嘛无要紧，继续唱，哦，啊，搁转来唱。因为搁再转来，我所知影就讲，因后来的歌手毕业以后都还会回到学校。就后悔呢。真的。尼布恩，嗯，合唱团。对。OK， 安尼尼布恩合唱团嘛，当出足侪作品出来，哈。对。哦，这吼，恁两个拢需要较好的行政上会当给恁策划推广的人。哦，因为恁家己的专业哦，像王老师，你都负责写，负责创作啊，啊，伊得阁看病人嘞，啊，得阁教囡仔嘞，吼，啊，所以哦，都要有人替恁做这种的联络啦、安排啦、募款啦、推广啦，这种工作，这都必须找一个好的经纪公司或者经纪人啦，可以帮你们把这个事情哦，真的弄到国际上，我感觉是足有希望的啦，这部分哦。哎，空中的朋友，你若有人有这种的才华，还是讲有这款的资源哦，哎，小凡知影一下哈，小凡知影一下，啊，记好哦，尼布恩合唱团，是布莱恩哦，布莱恩，布莱恩是迄个篮球选手，哎，迄个嘛真出名的，哎，迄个，我布莱恩那一年的收入不得了嘞，这个算进，对啊，篮球的。但是球在不在人，所以咱唔免啦，咱尼布恩有伊个早分之一的兄弟多啦。啊，这王明哲国际音乐推广协会哦，这两个团队甲聚起来哦，哇，我想话咧，今仔日来互咱采访哦，啊，就足有意思的啦。哦，诶，最后哦，我来请教一下哦，牙科哦，牙科即摆袂歹啊，哦，伫台湾来讲，即摆比以前更好个啦。是啊，哦，嗯，所以。咱牙科的同好来对啊，哦，除了你学生以外，像讲高雄市牙医师工会有 support 你的工会无？有，有是吧？嗯，哇，那太好了。牙医师工会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些公益的款项，是，然后都会来赞助我们的客服的部分，因为客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支出，没错，没错。啊，因为我自己的理念是这样啊，就是。唱歌是一个手段，跟他们接近了之后，只有教育才可以改变他们的下一个代。是是，这种循环链应该被打断。嗯，就足好嘞。哦，阿咧，牙医师工会后边我拄着我来鼓励一下，医师工会马上来支持啊。嗯，哦，咱这专业团体哦，啊，既然有咱家己的专业的人咧做这种有意义的工作哦，其实现在全台湾这个课业辅导哈。也有很多团体在做，是，我说专业哦，我的宜兰，圣母医院的是，我拄着一个宜兰的吴越老师啊，迄那中学生拢知影，伊是足出名的一个国文老师，专门在教作文的，啊，伫补习班，伊赚足侪钱，但是呢，伊甲赚的钱客出來，就是咧 support 咧支持这个宜兰的这个偏乡的囡仔，的这个课后辅导。啊，搁在支持这个无法度拿营养午餐的囡仔，他就认养，他认养了一千多个，哦，也是足无简单。他当年吼，伊拢咧照顾一挂少年囡仔，所以类似这样的人吼，变作结合起来。啊，像李淑彤教授吧，他也在南投谷里做这个课后辅导，吼，伊嘛是真。用心的一个教育家啦，所以我感觉咱台湾社会真好啦，有一挂呢各个领域的人哈，都有在关心下一代的这个未来哈，这是就不简单的代志啦。哎，黄春德去吧，继续在那个高一哦，他还在是吧？对，其实我被他影响很多，包括他待人处事。是啊，因为你拄只讲到伊甲你带向国际，啊，佮带向身心障碍嘛。啊，因为黄春德老师我老熟，这些也是足好个。咱高一哦，也佮有出丁安尼足优秀的这个传统哦，足好传统，足好足好。我感觉少年呢，当佮向恁学习啦，吼。谢谢。那你最后。要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哈，有什么你的较
心得，还是你的感受，你有想要跟大家讲什么话？我觉得，像我觉得我们很台湾哦，就像刚刚局长讲的，台湾的很多的角落里面都有人在做付出。嗯，那我觉得啊，如果你台湾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有更多人加入，那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嗯，那我觉得这种价值给自己回馈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就可以帮你的这个名字这三个字，就会产生出它属于它独特的一个价值出来了。嗯，所以我们当一旦被需要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会有产生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东西做好，然后被需要。Okay. 对，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价值。对，你要发挥上帝给你的天赋。嗯，把你的角色扮演好。对，上帝会给你祝福。我相信陈俊志医师已经有体会到上帝给他的任务了。嗯，他现在所有做的都是在增加上帝的恩光啊。嗯，这个世间的人知道说，人有这个向上向上的力量。嗯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见证。嗯，这样我们请来唱一条歌，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歌。啊，这休息，这个曾庆元医师说下去休息哈。咱说台湾哈，有真侪这个菲律宾啦、印尼啦、泰国拢外籍新娘，新住民啊，来告台湾，你的生命已经跟这个土地连在一起哈，就讲啊，爱情同这个土地，海岛新故乡。我是叶子，我来自遥远的。Yeah.
空中的朋友，多谢您的收听。陈俊志医师、王明哲老师在做的工作，请大家关心、给予支持，让伊发挥更大的力量。今天感谢大家收听，多谢，感谢，空中再会，谢谢大家。